晃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江江，今天呢带大家去猫空呢看一下外面的风景，真的是在家真的是闷得太慌了，而且现在在这个车厢里面呢也是完全没有冷气的状态哦。下去啊！我们可以坐小巴下去，可以再坐这么冷。对，我专门会去。我们可以坐小巴，坐小巴下去哦。坐车回去的。我开了，开了，来，下车。Two hours later， 好了，现在在指南宫站，下一站呢就是我们的猫空站了。看一下最后一站到底会有多陡啊！开动了啊！我们是约11:30的餐哦。我可以看到它那个小路吗？哇，你看这个楼梯耶，这么大第一次坐猫空缆车，一开始呢还是觉得怕怕的，但是坐上来呢其实发现还蛮安全的，比起之前在桂林的饶山索道高空缆车，这个完全没有包覆感，尤其它在最高的山顶上面的时候会感觉到随时会掉下去，因为它是风吹过来是完全不敢讲话的。到了，有人来开门了。耶，公车儿，耶，到了。我们到要走去吃这个中餐哦，来上坡12分钟路程。猫空站出来之后，前方会有一堆的路牌，那我们往左手边直走呢，沿着马路直走呢，就会看到红木屋。这间餐厅呢是真的不错吃，我们是慕名而来的，重点是它的 view 也很漂亮。平日来就是不同啊，人超级少，重点又是在台风前夕，天气超好的，虽然说太阳真的蛮大的，而且还有101耶，这里看烟火一定很棒。
这个卤竹笋超级嫩的，不知道怎么做的。蒜香排骨，哇，这只排骨也是超级香，超级酥脆的。再来这道菜是这个滑蛋过猫，蛮特别的蕨类菜。再来是这个拔丝地瓜，超好吃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泡茶啦，享受一下下午茶时光。巧克力冰沙，还有拿铁。每年的三月中旬到下旬呢，是樟树步道两旁的这个鲁冰花盛开的季节哦。那现在是九月份，所以现在还在播种当中。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猫空下午的 view， 还有我们的101大楼。那我影片先就要到这边咯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别忘了影片按个赞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